老肯，你打败了雷奥，又想来这里干什么？衰问，首先你救出了我的名字，而且你带安抚来，这有点不公平吧？白问哥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要上吧。等等 S， 我先语言教育他一下。你这小怪兽，你以为上次雷欧如果不是饿肚子，他能败给你吗？这次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火的超人，什么叫奥特曼，什么叫正义。看我的超级华丽变身！哥哥，你太慢了，我等不了哥哥了。什么？你这家伙！闯关走 M78。